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马上又到了辞去旧岁迎来新春的时刻。所谓东风放虎归山去，明月看春影复来，我们马上就要送走凶猛的虎年，迎来活泼灵巧的兔年了。许多本来常往返两岸的朋友，可能因为疫情的阻隔，都好几年见不到对岸的亲友了，想念之情肯定是溢于言表。难怪今年两岸评选的汉字是思字，思念的思，因为思念亲友啊。在疫情的这三年当中，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很多都移转到了线上举办。虽然现代科技如此发达，大家可以透过网络维系情感，但隔着一面荧幕肯定比不上面对面的谈天说地、闲话家常来得亲近多了。兔子往往被认为是祥瑞之物，有着和平吉祥的寓意。我们真的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兔年，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都能够恢复以往的热络。各位朋友，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携手同心，和衷共济，一起来度过这一切的难关。也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希望各位在事业上都能够鸿兔大展，逐梦踏实。再次的祝福大家春节快乐，阖家平安。